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惊人的臂力。哎，怎么这么重？有了，再试一次。怎么还是这么重？最后一次。没见过吧？这就是举重的最高境界。大哥，你是隔壁体操队派来砸场子的吧？下面我要为大家表演悬浮术。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，看好了。巴啦啦能量，呼啦呼啦赐予我力量吧。魔法失灵了。感情赐予你力量的是这位风扇大仙呐。翻译官是一个严肃的职业，不能出一点点差错。通译大人，请帮我问一下王妃，她如此腹泻有几天了？今天有几次？喉咙可有疼痛之感？给外国王妃看病事关生死，翻译大人你可不能马虎啊。王妃腹泻有几天了？今天有几次？喉咙痛不痛？这是哪国语言？作为一名学渣，小编竟然听懂了呢。今天五次，喉咙不痛发热。这位侍女说，自从王妃到了京城就开始腹泻，今天已经是第五次了，喉咙不痛，只是有些发热。哦，原来翻译这事儿这么简单，小编也要去当翻译了。